嘅古典吉他學生音樂會，為免影響演出者嘅表演，請大家將你哋嘅手提電話同埋一切響鬧裝置調校至靜音模式。如果係影相嘅，請唔好使用閃光燈。喺觀眾席上面走動，請放輕腳步。喺音樂會結束之後，我哋將會影相留念。請各位同學唔好喺中途離開。多謝合作。今次嘅音樂會，我哋可以見到有好多新同學嘅加入。佢哋經過半年嘅努力，由上次嘅音樂會只係擔當後台嘅工作，到今次可以上台演奏，呢個全靠佢哋一路以嚟認真學習，平日努力練琴，先至可以有今日日嘅成績。而一啲學習吉他時間比較長嘅同學，更加係喺呢半年裏面掌握咗超過十分鐘以上嘅大型曲目，佢哋嘅努力真係唔可以忽視啊！今次嘅音樂會，無論係獨奏、重奏定係合奏，全部都係背譜演奏，因為佢哋即將要參加澳門青年音樂比賽，呢個對於佢哋嚟講真係一個非常之咁大嘅挑戰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就即刻嚟睇下佢哋努力嘅成果啦，多謝。
Thank you.
嗯。